是昌东吗？对，就是他。真不要脸啊！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还以为他都退圈了，没想到这风头还没过呢，这又出来带线路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这种人就应该封杀，让他带队就是犯罪。哪个傻瓜脑子进水了呀？让他带队，这不找死吗？你等着，我发群里边，一会儿就炸锅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那个傻瓜。哎，不是，现在人怎么都这么喜欢偷拍啊？还发到群里，这么一条事儿啊？不是，哎，干啥呀？怎么了？这我的手机。怎么了？你刚刚不应该掉吗？这我应该捞他吗？还有你，刚刚骂我什么？我可没骂你，没骂你。不是，哎，我的手机。怎么了？你加呀。摔我手机！哎呀，别推我！买回来了。妈。嗯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跟昌东说一声，让他别去饭店，回去泡个面得了。我觉得他要挨打。挨打？怎么回事？西姐，我劝他别来了，他也不听啊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东哥抗揍。我担心，他是向导，要是挨揍在这儿养伤，又得多吃几天饭，费不费钱？养不养伤你不都得知道？东哥，你昨天不是挣钱了吗？也不吃一些肉菜。被打伤的人才要吃肉补补身子，我不需要。不过我今天没有接活，你要是愿意出钱的话，我可以勉为其难给你当个保镖救救急。打个折，500。我也不需要。500可以。你说。在这边，走，走，走，哪儿呢？哎，这是他吧？是是是是是。昌东，真的是你？西姐，西姐，赶紧去帮忙！你自己明认错头，还好意思找我帮忙？打架伙不行，你行吗？你去了，马上解决。我没帮他吗？我让他躲起来，他听吗？昌东，我侄子今年才6岁，明天又是他生日了。他天天问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让我怎么回答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不是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当初是我没有法律意识，还让我别惹麻烦，别耽误行程。行了，他也别耽误我行程。这要是被打断一条腿，明天也得给我进沙漠。这要是进不去的话，就打断他另外一条腿。我给他配个双腿，我任他左右。你要认命啊！说话呀！你们要的是钱吗？是钱吗？话，你还有脸吃？没事了。叶流西啊！今天我不想惹事儿，也不想挨揍，你帮我。800。才500。你再说话1000。你还想叫人？行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姑娘，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我们要找的人是他，以后别伤着你。你给我出来！往我身上招呼？谁呀？你谁啊？我老实告诉你们吧，我是他专门请过来的，全国3届武术冠军。吓谁啊？我还李连杰呢。走，走，出来！这地儿太小了，来。咱们换个宽敞的地儿。哎，别动！别动！昌东，你躲在他后面算什么事儿？别着急啊，大哥，现在是在跟我打，等你打得过我之后，你怎么揍他都行。行，姑娘，不好意思了，有点轻重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上，哥。别跟他废话了，打就完了。
你们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？啊，不知道就动手。我这次来是要再走一次山崖线，去找他们。你能保证找到吗？是啊，说的对，保证不了，但这次找不到会去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找到为止。那专业的搜查队来了都找不着。再给我次机会。昌东啊，人都没了两年多了，是不是？这次就算你干了回人事吧。说到做到，别怪我们看不起你。昌东，我们就再信你这一次。就这一次。走。走，走吧。